水新媒体，我是安妮。这是华林国际 C 馆。看，虽然说复工了，但是它围得严严实实的，不允许客人进去的。这的。进饭前看一下啊，相当麻烦，进去一次相当麻烦，所以就没人进来了。像原来那样开放式的，这个都围起来，不允许你随便进去，就是扫描呀什么的，查体温，看一下，但是这些商铺呢都不便宜，租金都不便宜，如果说是长时间不开门的话，不开门营业，那真的无法生存了。这就是他们测体温检查，没人愿意进去。边吧，很多都没有开门呢。你们个个都在这里扫描登记，商家进去都很困难，你想客人更麻烦，所以人们都不进去了，搞得现在市场很萧条，人都没有。他都是这样围起来，不让人进去的。这里看啊，看这个通道里面，前面那里，这根本就没有开门的。这边也是一样啊，没有开门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爱你们，咱们下次见，谢谢。